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下一位选手是谁，请看大屏幕。这一位选手来自英国赛区，叫做娄晓栋。娄晓栋特别喜欢八九十年代的港乐，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，但是本着对舞台的热爱和向往，一直提起勇气去抓住每一个舞台表演的机会，希望能和更多的人一起来感受到粤语歌的美好，感受中华文化的百花齐放。来连线晓栋。你好，晓栋。Hello， 主持人好。Hello， 三位评委老师好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好。今天打算唱什么歌？我是娄晓栋。我今天打算唱一首张国荣哥哥的《风继续吹》。好，请开始你的演唱。谢谢。不想归去，只要看住你。任海风偏偏吹冷却的火堆，我看见伤心的你。你说我怎舍得去，却怕也住你。如何止哭，笑得亲吻你，白雨一风继续吹，不忍别。心里的盼望，我留下伴着你。风继续吹，不忍别离。心里有泪，不愿流泪，看着你。我去多少次，快乐的天，我抱与你。
Thank you, 谢谢。